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2017浦东唐城世界九球中国公开赛，我是张明雄，非常欢迎各位继续守住我们的频道来欣赏世界九球公开赛。在这边已经代表所有的转播以及辛苦的工作人员团队感谢您。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比球，这位就是世界最知名的选手之一，中国九球天后潘晓婷。啊，这位也是天后级的刘莎莎。两位选手都是属于这个一姐级的啊。那潘晓婷那不用讲了啊，她拿过非常多的头衔的冠军啊，只要大家想得出来啊，喊得出来的比赛啊，她几乎都囊括了啊。包括亚运冠军，那晓婷啊，这个比较哦，比较想渴望的，当然就是现在这场比赛的冠军了。他居住在上海，而2017啊，不只是2017，2017是第九届了啊，前面八届啊，他都有机会，而且也曾经达到很接近的名次，但是很可惜都没有办法拿下冠军的头衔。对他来讲，他当然希望在他的这个展示柜啊，奖杯的展示柜里面，希望有一个上海浦东唐城的世界冠军杯。母球危险哦。哇，这个球没办法啊，这个自己的左旋转稍微多了啊，这个球左塞啊，也当然可以解释为左塞稍微少了啊，不管多或少，它就是刚刚好变成一颗星哦，自己母球洗带了哦。那洗带就是对手的自由球，刘莎莎啊，拿过三次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啊，而且他其中一个记录啊，在16岁的时候拿到沈阳世界杯的冠军啊，这个记录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人可以打破他的记录啊。那场比赛我人在现场啊，非常荣幸可以看到他逆转胜打败 Karen Cole 啊。凯伦寇已经听牌了，他还落后有5局之多，结果竟然来个逆转胜。那场比赛是采取哦，这个进9球的人可以继续下一局的开球，所以他那时候连盘啊，连吃了4盘之后，最后一盘再来一个防守战，然后最后拿下来双厅逆转胜，打败了 Karen Cole， 拿到他个人第一个国际赛事的金牌，而那一个金牌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就拿到了金牌，那是不可思议的一面金牌对他来讲。那此后他就很多的比赛，包括世锦赛，包括亚运啊，亚运的8号球他也拿到金牌。我们来看莎莎右下角底带，有啊、哦，这个母球刚好撞到脚啊、哦，方便他出来做到7号球的出杆，出杆就会比较舒服一点。刚刚笔画到这个地方啊，结果母球就到这个地方啊，控球能力非常好。好，下左塞走一个2颗星没有问题，9号球左下角。
好球。刘莎莎在九球天后潘晓婷的开球洗带之后，顺利拿下第一局，目前比数1-0。Two, 刘莎莎的 break。刚刚一开始比球的时候是潘晓婷比球获胜，所以在单数局是潘晓婷的开球，双数局刘莎莎。现在来到第二局。开球爆发力不错，撞击的一号球的点稍微薄了，所以母球会往下沉啊、哦。那它这个球理很简单，你如果撞击一号球稍微薄的话，那一般来讲，除非是拉杆，我们来重播画面啊、哦。那这种顿推，或者是你说撞到没有那么薄，但是你母球是顿推的效果，它就是往右边走。那刚刚潘晓婷它是顿拉，所以它变成是往上走之后，母球再往它的发球区走，那这个母球是往这个三角这个排球子的方向走，一个是顿推跟顿拉，所以一个是会左右不一样啊、哦。跑了母球一颗星之后，方向会不一样。潘晓婷看了一下，好，潘晓婷选择不打，刘莎莎自己来。刘莎莎刚刚16-8的比赛是打败了台北第一好手啊，大眼妹周婕妤。我们来看这个跳球，后杆抬高，跳了稍微后。我们来看敲到九号，形成了一个 lucky 的现象，是不是一个吊球呢？还是说还打得到一号球？潘晓婷在16-8的过程当中是打败了美少女的好手江腾啊，所以这两位选手都分别打败了强敌啊，16-8，现在8-4碰头了。那当然，同时场地也有其他8-4的比赛。女子组也在进行，那男子组是这一轮啊，这一轮是16-8啊。今天将会产生最后女子选手两位选手，也就是剩下最后决赛，明天再打。那男子组会剩下4强的名次啊，然后明天是有男子组有4-2、2-1。我们看潘晓婷这个球，如果要直接打，是不是有机会19碰啊？但是他已经在看解球的路线了啊。10 seconds。啊，这个解球可能要稍微发力。
他这个球解成了大角度呛死的给了刘莎莎。他刚刚应该要稍微发力下第一杆哦，然后是角度解抓整颗的一号球，这样子的话有机会解进，或者是解到定杆的效果而形成了一个吊球。好，那我们来看莎莎，母球横台啊，两颗星还是到第三颗星，好，选择两颗星而已，表示这个二号球啊，右下角是可以打的哦。他如果说在横台再用力往右边跑，表示他要做二号球的左下角。好，是可以进的，但是三号球在洞口哦，所以他母球打进要，之后要注意一下母球跟三号球的相关位置。这个球很有自信，这个球非常有自信啊、哦，因为他这个球打得非常的顺，才能够让母球哦跑到这里，而且他力量也不大，因为力量太大，母球可能会跟着携带啊、哦，所以他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好。我们来看这个球下左塞走两颗星吗？好，下左塞走两颗星，做一个大角度的四号球，不勉强做球啊、哦。有些球你不能勉强，因为四号球它前面有个六号，你想要做比较漂亮、比较好的角度跟距离的话，可能就会被六号球给挡住了哦。刘莎莎跟傅小芳同样来自河南啊、哦，他们两位都是河南之光。我们来看这个球，很准啊，力量大了，力量 no good， 还好还好。然后这个球哦，如果说它轻轻敲到六号，或者是停在六号前面不好架杆的话，就表示它刚刚这个力量发力太大，而造成它自己的不舒服啊、哦。所以他刚刚自己也稍微比划了一下，哎，应该要停那里。有时候这个选手有一种习惯动作哦，这个球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地方，好像还会再比一下，哎，我怎么跑太远，或者是跑不够啊、哦？这选手有这种习惯性的动作，下轻一点的力量没有问题，做到非常简单的六号球。九号球就在眼前，小天后刘莎莎。好球，在一个不需要，然后自己跳球形成了一个自然吊球，潘晓婷解球留下一个大角度之后，刘莎莎顺利拿下个人第二局，目前比数2-0。
好，我们看潘晓婷的开球，她第一次的开球球型不错，但是很可惜哦，她母球啊这个顿拉左塞的旋转度太多了，形成了一个犯规自由球给对手。那我们看这次开球球型也还 OK， 比较稍微不舒服的就是母球的出杆的位置啊，要打一号球会受到一些影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会不会影响到。好，没有影响。那做球会不会影响？也还好，这个球非常细腻哦，非常细腻的做到了二号球。那刚刚提到刘莎莎，她第一次让大家知道这个名字就是2009年啊、哦，那时候2009年真的是令人惊艳的一年，她只有16、17岁而已。好，我们来看潘晓婷这个二座三，哎。哦，那是五号哦，我看成了三号。我心里想说，那个三号的话，他这个盾推就不太对了啊。旁边四号旁边的是橘色的五号。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盾推就是对的。好，一个哎呀呀呀，出去太厚了，天后打到太后了，伤脑筋，没有进。小婷这个球完全是打到太厚了哦，没有办法。这个球刚刚的一二哦打进了之后，尤其是一桌二非常顺利的那种横台哦，三开了这个七号球做得很漂亮，这个很可惜，这个球型啊、哦、应该是可以拿下的。小婷在专注度可能还要再加强，在目前现在的情况。那我们看刘莎莎。好，这个球他只先球啊，先球薄球能够进就好了，然后母球只能随意啊。不过还算运气不错了，至少五号球还可以打啊。那现在就是说两种情况，你如果说五号球打进的话，就顺他这自然角度出去的话，怕母球会洗带右上角底带，那如果放轻功的话，怕五号球不好进，后杆抬高，打点稍微抓低，先避开右上角洗带。好，这球右下角呢，右下角会不会洗带？哇哈哈，运气真不错，没有洗带，也没有多弹形成吊球。这个球眼看着就有可能洗带了啊、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六号球，六号球打进没问题。好，那这个球它因为也没有办法下其他杆法，因为母球贴壁啊、哦，贴颗星啊、哦，所以他这个轻推有可能会去撞到九号球。对，那他自己要看看力量的大小啦，哇，这可以解释为撞的不够大力哦，因为他这个球不能撞轻，撞轻也是有可能会另外一种角度的吊球，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比较两颗球都比较下方，也是会形成吊球，所以他刚那个球要稍微用力一点。好，那这个球要不要抓解带进？直接打的话，有机会七号球，翻带进又另外一边的底带啊、哦，看他自己。好，如果要这样子的话，应该是要打解带进。他先跟裁判啊，我们
上海帅哥的国际裁判先喊了一个延长，好，这种球姐这里就是要抓姐带进了。刘莎莎可不可以完成她的想法？太薄，母球有可能会洗带哦，又没洗带，哦，潘晓婷有点闷了，我看。潘晓婷心想：你没有洗带就罢了，你怎么会撞两个脚，撞成这种情况，变成距离有点远？他如果没有洗带，也不撞脚的话，母球是会跑出去一点，让晓婷也比较好打。那现在变成晓婷不好打了。三次啊，亚洲第一位三次世锦赛冠军的刘莎莎啊，在这两次的，在这一局这两次的这个母球都是运气没洗澡啊。潘晓婷，哎，不错啊，九球天后这个球表现得非常稳健，打台球啊。打尤其打比赛，你急了你就输了啊、哦！任何情况都不能急啊、哦！就像人生碰到逆境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急，你因为越急哦，所做出去的事情哦，你可能会遗憾啊、哦，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好，我们看潘晓婷这两颗球都不好打，顺利拿下来，九号球中带。没问题，潘晓婷在刘莎莎的失误不好打的七号球跟八号球拿下之后，再拿下九号球，目前比数1-2。莎莎开球，爆发力不错，连接球也很合作。连接球来到了二号球，是一个非常简单好打的呛死球，而且二做三也非常的容易。这一组球待会要稍微比较留意的就是五号球啊，五号球它要进在的袋口前面有个七号球。这个球它是要钝杆，但是钝的不是很理想。那这样子的话，它刚刚应该可以考虑推杆两颗星啊、哦，因为推杆两颗星的话，母球会比较靠左边，而且架杆会舒服，即使是直球都还有可以拉杆修正。那现在这个母球在颗星边上，可以运用的杆法就少了。后杆抬高是要避开。四号球等于是四三同带，后杆要不要再抬高一点点？哦，没问题。我们看它刚好闪过去啊，但这个球也是直了啊。
好，还是用盾杆。我们看到那个球啊，是打偏右边进去，让母球有多一点的角度用力弹出来，而形成了一个方便架杆的情况。那现在它可以下一个所谓的刹车球。我们有推杆拉杆，大家都很明白了啊、哦。右塞拉杆，左塞推杆，这样。那这个刹车球就怎么样？母球下低杆，不是打拉，也不是打盾杆，而是球杆 AK 点送的力量都很轻，让它过去的时候，它有刹车的效果。母球轻轻的停，打中五号球之后再停，慢慢停下来，看它是不是选择刹车球。哇，哦，单独可以进啊！哇，这球怎么那么准啊？我们一定要看一下重播了。不可思议啊，这个球，这球刚刚好就一颗球可以过啊！哇，这个球打真准哎、欸！哇，不可思议，这个球打得这么好。哇，刘莎莎，这几颗球的表现哦，令人为之惊艳哦，眼睛为之一亮。哎，不过刚讲完这个球，跑太远了哦，这个球变成制造自己的困扰了，进球的困扰跟做球的困扰啊。结果非常的沉稳，虽然是有点小小困扰，但是还是沉稳的拿下来八号球。九号球应该也 no problem。好球，刘莎莎，刘莎莎拿下第三局，个人的第三局，目前比数3-1。Five, and Xiaoting break. Kai 球已经有球进了，一号球连接球是二号球，母球被其他球带到这个地方，有点远了啊、哦。撞击一号球稍微有点薄了一点点，母球的路线哈、哦，这个中途好像幸好有这个其他球带一下，不然的话母球洗带的危险性蛮高的啊、哦。这球要下平杆，下平杆的话，他是要选择发力推两颗星，还是要轻功，都不好打啊、哦。轻功，哎呦，准啦！潘晓玲这个球打得真是稳。
不过这组球我们可以看到七八九，待会处理七号也是一个伤脑筋的事情啊、哦。潘晓婷第一次看到他啊、哦，那时候是1998年啊、哦，距离现在是19年啊、哦。那时候他刚好参加了第一届，那也是第一次啊、哦，这个大陆的。等于是第一届的女子啊，女子的一个九球公开赛啊，就潘晓婷那时候才刚学会打美式九球啊，其实那时候会打美式九球的人不多，就她就她说她才没想到要参加比赛，就竟然就拿到冠军了，而开启了她天后之路啊。那那时候有缘分认识他们家人啊、哦，前后19年了啊、哦。那那一次我们来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球，等一下怎么处理七号。好，他这个球要来这个地方的话，哦，这个要。等于是要非常精准的坐到那个位置啊，不然的话这个七号球有可能会变成做成自掉，他这个左塞的旋转要打得非常好啊，不够旋转，不够旋转啊，左塞不够，左塞刚好就差那么一点点，应该是刚好差一点点，他这个左塞差一点点，如果母球再往下走的话哦，这个七号球是可以打，左塞刚好差一点点。我们看他自己在比划，我刚有提到选手的时候习惯性哦，会比划一下刚刚自己是怎么回事啊、哦？哇，那这没有办法，那你碰到了就是要解决。这个球打七号，有可能母球会带到八号，那也考虑要不要来一个解球，而且他这个球有时候。视觉上的失误有可能会是会碰到八号，他自己要去判断了。哦，还可以，对对，可以直接打，那只能做简单的 safe 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哦。好，刘莎莎。哎，两位选手无独有偶的哦，都是在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就拿到冠军啊、哦，而且年纪都当时都非常轻啊、哦，都只有16岁左右。好，刘莎莎应该是做防守，这个球进攻没有道理啊、哦，只能做一个简单的防守，没错啊、哦，利用八号来做停球，不过。母球多走了啊、哦！这球他让晓婷看得到七号球，晓婷可以看到七号球有两个抉择，一个抉择当然就是进攻啊、哦。好，他应该是跟裁判这个确认一下，他刚有没有喊过延长啊、哦？有时候选手太投入啊，比赛这个有时候我们喊过延长，有时候自己会忘记啊。好，解球还是要直接保球呢？那刚刚提到98年啊，第一次碰到潘晓婷啊，还有他的父亲潘健潘大哥啊，那时候我刚好跟当时的世界球棒赵峰棒啊。到北京去参加两个活动，一个活动就是晓婷啊，他们那场比赛最后在冠军赛的时候，我们去当现场的嘉宾啊。那另外一个就是那几天啊，在北京啊，有一个世界体育用品展，然后跟赵峰邦是担任啊厂商的，等于是嘉宾啊，去做一些活动。我们先来看这个解球啊。啊，小婷解到之后有没有 lucky 进八号？那不然就话看能不能形成一个 lucky ball 的吊球。哦，这个看起来
然后另外一个画面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球。这球可以打进啊！我们看刚刚莎莎已经站在这个切角的角度去看了，看这个七号球啊进球的角度，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球是有机会进。那母球它怎么控制呢？它回来会不会敲到八号呢？我们来看莎莎。首先非常精准打进母球下右塞，走了三颗星，八号球完全不受影响。哇，这个莎莎准度今天来讲的话是真的好准了、啊。刚刚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局莎莎打这个五号哦，洞口有个七号，他空心入袋啊、哦。所以刘莎莎今天的进攻的状态非常的好哦。轻轻的，好。左边中带，比赛是抢九局啊，小婷啊，可能是不是在这一两局如果没有发挥的话，也考虑要喊个暂停了哦。九号球进，好，果然坐不住了啊，好，喊了一个暂停。所以现在五局之后，目前的比数潘晓婷1-4的落后。我们休息几分钟之后，再回到2017普通堂城的99公开赛。6, 刘莎莎的本。
暂停回来，在前面比数是4-1，现在进行到第六局，单数局是由莎莎来开球。好，开球，我们看一号球进，所以看连接球二号球。两位选手来讲运气的话哦，硬要讲运气的话，莎莎稍微好运一点哦。不过另外在莎莎的准度的表现确实啊，目前为止是优于啊这个潘晓婷。推杆走两颗星，好，没有问题。好，预设的角度在那里，那他这样子的话要跑到那里的话是要采取推杆，拉杆的话应该是会撞到69啊、哦，还是刚好闪过69，应该会撞到69啊、哦，这是合理的球形啊、哦，所以刚刚他一开始设定的时候要设定那里，我个人就认为这个球应该是会撞到69其中一颗球啊，如果说往前顿的话会撞9，往后拉的话是撞6啊，所以他刚刚那个一开始的设定方式的话应该其实要拉力量大一点啊，把6号球顶开一点，不过还好他这个下杆还蛮舒服的，还不会说很困扰啊，只是6号球改变位置而已。好，5号球是没有问题啦，那6号球如果说不好打的话，其实他这个球要选择怎样，我的建议了啊、哦，我的建议他这个球也不妨可以考虑怎样下一点右塞打进5号球之后母球，哎，母球来撞69，撞9做6都可以啊、哦。对，母球撞9做6、哦，这个球处理得很好、哦，因为你这个6号球本身卡在这个地方、哦，已经不方便进攻了、哦，要坐的位置、哦，角度比较小，那你撞6、哦，比较危险，为什么你撞6、哦，这个6比较不好控制，那你撞9的话6它是停在原位、哦，然后这个9你撞对边的话基本上就是形成现在这种情况，所以刚刚我们给他建议是撞9做6啊，所以刘莎莎她的头脑非常清楚啊。莎莎这样子顺顺的打下去的话，小婷很难，这场比赛会变得非常艰苦了啊。好，这个拉杆又很敢拉哦，有些选手这种球就不拉那么远哦，然后我们看莎莎很有信心，七号球那么小的一个角度，他还不打插板，还是打空心路带。好，那这个球哦，这个球可以下一点钟方向，母球在右边的中带碰颗心，做左边的中带很好打的呛死啊。那或者下低杆走另外一边中带，我们看啊，母球到上面去，这很好打哦，这非常轻松又愉快的中带做球。好，没有问题。刘莎莎开球之后，刚刚球形啊稍微有点小小困难，但是他表现得非常的好。最后在这一局的9号球，好球，刘莎莎开球进台，目前比数来到了5-1。
Rook 7. I'm checking the break.潘晓婷在第一时间要防止母球携带，第二时间还要希望哦，中间这个障碍球七号球好像一个苍蝇，很讨厌，他把它拍走一样。我们看着这七号球挡住他了，他也不打不需要了，干脆拼啊、哦、跳球二九碰。九九天后潘晓婷二九碰，有机会哦，这个球哎呀可惜了，这个二号球跳到部分哦，稍微太偏左边了啊，二号球的左边我们，所以变成了他这个二九碰的角度不对了。以潘晓婷刚跳球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应该跳到二号球，面对他来讲的话是稍微要偏右，他跳到偏左，他敲打到偏右哦，应该要偏左啊，打到偏右。简单的讲啊，刚刚的七号球如果不在那个位置的话，二九碰会比较好打。好，我们看莎莎这个球。是不是拼保球母球再来用力，好没错，他拼保球母球再用力要做三号，结果留下了一个 safe 球啊。好，下右赛青楼的一个右赛，用七号来做吊球。落后的选手这时候绝对不能呢、啊，不能急躁啊。打球哦，最起码要有好几个进啊。第一个是进球的进啊。另外一个是要力道的静啊，有些球要力道，另外一个就是安静的静啊，心要安静。我们来看准备跳球母球会不会去抓九号呢，还是二九碰哦，他想要跳进耶，但是很可惜没有进，留下了一个呛死给了潘晓婷。我们看画面这位大姐啊，刚画面带过去一位有点白发啊，白发脸上有点岁月痕迹的这位大姐啊，在每一年的九球公开赛都可以看到身影，她是一位热爱台球的一位大姐啊。哇，潘晓婷这个球，刚那位大姐也是，我没记错也是一位记者啊，好像平面媒体的记者。哎呀，小林这个球的拉杆啊，怎么让自己陷到自掉的情况之下啦，伤脑筋啊。这个球刚好很直，他的这个左塞哦，到了第一颗星之后啊，他反应没有出来，解球。用力的看能不能接近之后再做到四号球，有没有，有哇，这个球振奋人心啊，这个人心是指他个人还有他的粉丝团哦。好，解得好，老天爷也帮个忙，那看潘晓婷这局可不可以顺利拿下，再来一个轻功
我们刚已经讲要轻功了啊、哦，他这个轻功底子不好，这个球多跑了，哎呀，他这右手最后送杆的时候，那个 K 点还稍微有点用力，啊，这个五号球应该是要做中带的哦，还是可以做到中带。那母球跑路线要衡量喽，他如果打太薄的话，这个母球会不会洗带啊？还是说母球敲到九号之后会有坐球上的一个不稳定啊、不确定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右手哦，有旋转过去，要赶快碰颗星，不然会洗中带。哇，这样子的话，刚刚又多跑了。六号球本来是中带，现在又跑到六九碰，也不好打，直接进攻也有点小小的压力啊，进球上的压力。左下角走到这边拼了，母球小心也不能敲九号。有好球，好球，哇！粒粒皆辛苦啊、哦！这个一颗球没做好，没处理好，就会造成后面的球啊、哦，打起来啊、哦，会格外的辛苦。然后刚刚这个六座七也稍微力量不够，这球选择了下第一杆啊，打进就有了啊，不用刻意做球，对，没问题。潘晓婷目前是1-5。九号球。好球，在一个自雕解球进之后，后面的球虽然有点辛苦，但是还是拿下来，目前比数来到了2-5。8, Liu ShaSha the break. 比赛来到第八局，双数局，由ShaSha Liu ShaSha来开球。母球没事啊，刚母球跑路线，有可能会洗带。好，我们来看母球被四号球给敲了一下，然后其他球再敲了一下，进六号，一号球打得到，但是进不了。好，母球可以想办法四颗星跑到七号球那边哦，他放轻功，那放轻功的话是要利用二九，这球其实母球可以再往上跑哦，他可以抓四颗星，我们从这个镜头来看的话可以抓四颗星哦，躲这个四号，现在这种情况我看也是有钓到的样子啊、哦，潘晓婷，
哦，可以直接打啊、哦，好了，直接打对小婷来讲会比较简单一点了。好，他这个母球啊，他判断有点失误了。他母球的位置是 OK， 那一号球的位置，他可能认为一号球可以多弹一点啊、哦，形成一个中长距离的 save。不过这个情况也还好，对潘晓婷也还没有失分很多了哦。这个球因为看起来一号球不太好进攻了。这球应该是防守，他只是看一号球没进，还是说他就是要进攻了？要进攻，这球是要进攻，有母球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啊、哦。我觉得母球应该是要走三颗星啊、哦，而不是去敲三号。不过他这个右塞没有出来，右塞啊、哦。右塞有出来的话，这个母球回去会闪掉三号球，然后再绕出来。刘莎莎，打薄了，我们来看，形成了一个长距离大角度的呛死，给了潘晓婷，角度不大，但是距离很长，是一个呛死，看晓婷能不能有机会拿下来。相信也很多朋友在电视的一些栏目啊节目里面有看到潘晓婷的一个成长史啊，这个都是非常激励人心的一些故事啊，尤其他跟他父亲啊一开始啊到大城市学球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这个球有点小小 lucky。顺利的做到了三号球，三二同带。这个有一句话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其实不只是晓婷啊，我相信很多现在的球手啊也好，或是各行各业的啊成功者啊，或者是其他的项目的运动员啊，都是一样啊。这个你要讲成功，没有那么容易从天下掉下这个烙饼给你的啊、哦，一定还是要自己努力的啊、哦。那刚刚有提到啊，九八年刚好有两个活动，一个就是潘晓婷的一个比赛，那当时啊、哦，我们是去参观啊、哦、冠军决赛。我们先来看这个球，触杆有点不舒服，考虑再三。那另外一个就是世界体育啊、用品展那。我个人也非常有，我们先看这个球，放轻功打进。好，那这个球为什么刚考虑那么久啊？的原因哦，并不是说这个三号球有多难打啊，而是这个四号球，四号球啊，它要。打进四号球也不难，重点这个九号球的比赛并不是就是打两三颗球就好，他最后还是得进这个九号球，所以他这个四做五他是二分法不对边，所以这个球有可能会碰到七号，那你要想办法去看看要怎么处理好球，但是还是有点困难，所以他打了一个什么？打了一个二三五借球开轮的观念来做这个。五号球，
这个球身材球大加大角度。好，有点身材球，也是拼了。我们看母球，母球走两颗星以上哦，太薄了。哎，有母球不能太靠近七号，不然都没得打了。哦，好，好，母球总共走了三颗星，这球打得非常漂亮，二分法也蛮刚好的，打进左边中袋哦。母球。可以往右边走，这个球可以下低杆拉杆哦。轻推的话角度不方便做，所以下低杆拉杆要拉一颗星。好，不用拉一颗星。好，这个角度看起来 OK， 二分法母球打进之后往左边走，九八同带哦。好，多走了一点点，不差哦，这个已经不影响了。潘雪婷这一局不太好处理的，这一局我们看最后的九号球，好球，九球听后，潘晓婷顺利拿到个人的第三局，3-5。那刘莎莎二话不说，即使是领先两局之多，还是适时喊了一个暂停，调整一下心情。回来我们再继续看第九局。
Break 10, 刘莎莎的 Break。好，休息回来，我们来看刘莎莎的开球。开球爆发力不错，母球还好，没有再跑了，再跑的话会洗带的。结果是一个吊球，爆发力不错，但是没有任何球进的样子啊、哦。我们来再看重播画面，没有。那是一个吊球，那个、潘晓婷应该会喊暂停了，喊不需要啊。哦，两位选手暂停都用完了。好，选择不需要。来这里，看得到一号球。好，这一号球看得到吗？一号球看得到的话，就考验两位选手谁要来打这个球。当然，选择权是在刘莎莎身上了哦。打得到，没问题的。好，考虑再三，还是选择不打，由自己打不需要的潘晓婷来解决这一颗球，因为他认为哦，打到的一号球的边太小了，而且这个边哦也不足以让他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做防守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干脆不打，这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好，我们看潘晓婷。好，哎，有变数了，有变数了，有变数了。这个球哦，一号球是要做防守，结果途中哦，母球去带进了二号球，变成这个防守是反了。对自己是不利的啊、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途中没想到就带到了二号球进，然后一号球还是一个自掉的情况。抓两颗星的解球。完全的吊球，而且只能解啊、哦、比较远距离的这个短颗星啊、哦、碰第一个短颗星，而且这个球要注意哦，两颗星的解球，好球解到，给他掌声，这个球是只能这样子解了啊、哦、哎呀，为什么犯规你知道吗？因为他碰到的三颗球一四七，这三颗球没有一颗球是，再加母球没有一颗球是碰到颗星边，所以它是属于一个犯规的解球。我们导播再给我们看一下重播，啊、哦，一四七都碰到了，先碰一米也没问题哦。但是各位看到了啊、哦，没有任何球碰颗星，那就只有自由球了 ，cue ball in hand 给对手了，所以他刚那个解球很难去抓了哦。因为你用力，它那个角度又会跑掉。刘莎莎还好，没问题。好，三座是走一个 N 字形，刚好过左边中带就可以了。好。
他抓一颗星也很 OK。现在四座五，五号球在袋口前面，所以难度不高。不选择拉杆做近一点的五号球，因为五号球在洞口，他如果说想要把五号球做的距离比较近的话，哎，万一中途出了车祸，那也是麻烦的。我们讲打球就像开车啊，宁愿慢点到，也不要出车祸。距离远没关系啊，只要打得近就好了。那现在这个五座六啊，六号球所在位置又很方便，他就在球台中间，可以选择的袋口。太多了啊，所以他这个五座六，我们看他打进之后，只要不要太离谱的距离哦，六号球都蛮好打的，小小尴尬，但是还是在他的攻击范围内啊。打底带，接近整颗，再来一个钝杆，还是应该是中杆哦，钝杆的味道出来。好，钝杆过来。那这个球要注意了哦。两个抉择，第一个抉择要下低杆非常 low 的杆法，直接到左边。然后你要不要过中带？啊，看起来这个比较接近颗星，不要过中带，然后再来拼一个中距离。那另外一个就是怎样？三条路，另外一个就是走 N 字形，过来左边，再到右边来过右边的中带。那另外一个是下推杆左晒三颗星。啊，但是刚才这盘是莎莎开的呀。对对对。那如果是5-3的话，应该是啊。5-4啊，五比四，这是第十盘吗？那中间写的5-3是什么？刚的。5-4。好，这个潘晓婷发现到说，哎，他也自己忘记局数了啊，是5-3啊。5-3啊，是5-3啊，所以那个画面上5-4是刚刚啊，刚刚有点小小操作上的失误啊，所以是5-4啊，5-3。因为如果啊，潘晓婷的意思是说，如果现在是5-4，而潘晓婷他是双数局来开球的，那怎么会刘莎莎在开球啊？所以这个比数现在是5-3，5-3是正确的啊，所以是。应该是潘晓婷自己弄错了啊、哦！刚刚应该是5-4吧？不知道，我也对，刚应该是5-4啊，不是5-4啊。哎，也把我搞糊涂了啊、哦！对，开的时候这个5-3的话，单数局。单数局好像是潘晓婷比球是这个，我们可能要大会来了解一下。比数是没有错，现在问题是单数局是谁开球的？这个可能重点在单数局是谁开球了啊、哦。比数没有错啊，现在比数没有错。现在问题在，如果
潘晓婷是单数局开球的话哦，那五比三刚刚开球是刘莎莎是错误的啊、哦。在国外吃了很多次亏，我不讲说我在中国参加比赛，还会有这种情况，这样的话我可以拒绝参赛，因为你们的失误不能说。那所以我们待会如果说有机会，放一开始的画面哦，或者是待会前面某一局的画面的话，就可以来知道哦，单数局是谁开球的。我跟他说一下。比赛先停一下。对啊，我们开的时候是五比四嘛。不是该停下开吗？但我一看五比四，我记错了。对，我一，他可能是积分的时候记错了，先暂停一下吧。现在小婷的意思是，就是这盘不算。嗯，看他们。对啊，看裁判。所以现在。可能要看是什么情况了。好，裁判长。跟啊、哦，应该是大会会稍微研究一下啊、哦。刚刚已经在确认了啊、哦，因为我讲球也讲得太入神了、哦。刚刚确认哦，在比球的时候是潘晓婷赢的哦，所以五比三，第九局是潘晓婷要开球。那现在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选手身旁是不是有两个屏小屏幕，对不对？小屏幕上面是打五比四，那大屏幕跟我们所有电视机前面的人，还有现场观众人都是看大屏幕，大家也都知道。都知道是五比三，换句话说，五比三的这一局是第九局，是要潘晓婷开球。但是呢，那现场的裁判计分的裁判把分数记错了，记成小屏幕的五比四。那现场的这位帅哥裁判是看小屏幕的五比四，所以他认为现在是来到了双数局，然后就让这个刘莎莎开球。所以潘晓婷提出的抗议是合理的抗议，因为他说五比三，那五比三怎么会你让刘莎莎开球呢？应该是五比四。那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对潘晓婷是不公平。对，潘晓婷是接受五比三的局数，但是应该是我开球，那怎么会变成刘莎莎开球？那所以这个关键点在这里了。那对刘莎莎来讲，她也没有去注意嘛。你裁判叫我开球，那刘莎莎因为选手有时候太紧张了哦，也是会把这个谁开球，上一局谁开球，一下真的，因为你有时候防守来跳球去，斯诺克来又来进攻，又什么拦困难的球，又怎么样去思考，这有时候一冗长的时候都忘记这一局谁开球，然后一定都是裁判来处理啊、哦。那现在就是那个小屏幕的局数弄错了，那弄错的时候，在第一时间错，第二时间裁判又跟着错，然后造成现在这个僵局了啊。那这个僵局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大会啊，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所谓的选手会议上，或者是在赛程规则上，或者是一个特别的案例或潜力，有没有潜力可循啊？那可能需要一些智慧来解决这件事情了。
这个我以前也当过十几年的技术总监，在亚巡赛，还有在这个室内运动会也有，还有包括东南亚运啊、哦。东南亚运是海洋那个一些国家啊、哦、地区比赛的。那我印象中哦，我印象中碰到这个问题啊、哦，这个。看事先怎么讲啊，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事先要稍微规定好。那如果说已经错了，是将错就错，还是这一局等于是取消啊、哦哦、那大概就这两条路了啦啊、哦、将错就错啊、哦、这个刘莎莎继续打，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一局不算，回到该潘晓婷开球拍，就是这两个答案，我想应该不会有第三个答案哈，因为你比赛还是要进行嘛啊、哦。好，先放这个 time out 的牌子啊、哦，在这桌上啊、哦，然后因为选手的权利啊、哦，也是他们应该争取的了啊。哦那两位选手，这个站在我们是球迷也好，我们是他们的朋友各方面的角度来看的话，都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比较啊、哦，就是说心情不要受影响的情况之下接下去的比赛啊、哦。那现在不管怎么样的决定，我觉得两位选手都会受到影响，心情上啊、哦。好，就看大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啊。因为我印象中，在今年是第九届啊。2017年的浦东唐城世界九球中国公开赛，今年是第九届。那前面八届一直到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印象中是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啊、哦。至少在 TV 桌还没有发生过、哦。那现在就要看，如果说之前有在其他的桌啊、哦，这八年来有发生的话，之前的案例是怎么处理的啊、哦？那有没有潜力可循？大会裁判长这个伟力跟我们的副裁判长嘉龙啊，伟力兄、嘉龙兄啊，召集这两位选手啊，好，这位就是我们的裁判长郑伟力，好，跟两位做了一个说明啊，大会决定。就是最终的决定，还是要有人决定了，不然僵在那边也不是办法。好，那我们来看最后的决定是，哎，对啊，最后决定重新吧。最后决定，哎，刚不是告知两位选手了吗？哦，就继续嘛。好。最后决定是重新开球啊、哦。最后的决定是重新开球啊、哦，因为实际的分数是5-3啊、哦，
那五比三，换句话说，现在是进行到第九局啊。到第九局的话，单数局是由潘晓婷来开球，所以你让这个刘莎莎来开球，她就是属于一开始就不对了啊。所以这个不对的一个比赛，幸好最后的九号球还没打进啊。那如果这个九号球打进的话哦，再来做翻盘的话，就有点不好处理了啊。因为刘莎莎觉得我已经吃完最后一个九号球，我的局数要到六啊。那所以刚好哦，这个现场的两位裁判哦也没注意到啊。那现场有现场这个TV 桌的主要主裁判，那副裁判是在旁边在记分数、打电脑的哦。那在分数按钮上哦，刚刚局数按错了哦。那局数按错的时候，让这个现场的主裁判而误解了，现在是第十局，而让刘莎莎来开球。那两位选手也太紧张，也没注意到哦。那所以现在的判决，最终判决。应该是要重新开球是比较合理，而是由潘晓婷啊。开球，我们来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进球，超过两颗球过线，一号球是一个 save 球，这也是在八强赛啊，两大天后级的美女选手啊，一个小小的插曲啊，希望这个插曲不要影响他们两个后面比赛的心情，那当然更不要影响到喜欢他们的两位的粉丝各自的或者是朋友群啊，不要受这件事情影响啊。潘晓婷这个球 save 球难度不高，但是这个球打得很不理想啊，没有掉球，没有掉到。一号球变成蛮简单打的了哦，刚这个球要吊球其实蛮容易的啊，潘晓婷这个球没有处理好，是不是也是受到这个心情影响啊？其实他也是受害者，他觉得第九局应该我开球，怎么会我的对手在开球吃到那边啊？所以两位选手也是，那刘莎莎这边来讲的话，就等于是多练习了一下了啊。我觉得刘莎莎心情应该从某种角度要稍微比较不会那么闷啊，哦，那实际上就是五比三啊，不是五比四嘛，哦，好，接近直球轻推，还是要跑一颗心，角度不大的话，接近直球就轻推啊。好，轻推，好，直球，哇，直球的话，这个六号球只能做比较远了。我们来看这个球。推杆三颗星，强推，左塞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OK。
没问题，八做九难度也不高。母球还 OK， 好，右下角底带。现在这个画面左下角底带是一个简单的 chance， 刘莎莎哦，刚刚在这个小小乌龙第九局啊，练球了一下，所以现在真正的第九局上来打，哎，没有问题啊、哦，也很熟悉台步了。刘莎莎，小球打进，拿下个人第六局，目前比数6-3。第十局，刘莎莎的开球。开球，我们来看没有任何球进，而且是形成了一个吊球。再来看有没有三颗球过线，一颗球，一号、二号没有了，哦，所以它是一个违例的开球。那潘晓婷可以让刘莎莎打，哎，他为什么打不需要嘞？他可以让刘莎莎打，还是他认为他也不想要，他不他就是想要打不需要。他你不可以不需要。哦，如果换你的话你不可以不需要。这个球啊，我很快的做说明一下啊。嗯，这个刘莎莎可能误解了比赛的规则啊。刘莎莎他开球啊，刘莎莎开球他没有进。那这个击球权是潘晓婷，所以可以打违例，这是潘晓婷。那违例的话不可以那个。潘晓婷可以选择自己打，然后是打解球或打不需要，或者是不打给这个刘莎莎。那刘莎莎她误解了啊，她误解这个球，就说开球的另外一方不能打不需要，所以这个规则是刘莎莎误解了啊。那裁判可能要给她一个很明确的解释。潘晓婷打不需要是正确的，潘晓婷打不需要是正确的，只是潘晓婷刚刚不知道说刘莎莎违例，他知道刘莎莎违例的话，他就不会去打不需要，他可能会让刘莎莎自己解决。那可能这位裁判哦没有跟潘晓婷讲说这个球他已经违例了，所以潘晓婷是正确的。现在等于说他是illegal 嘛，你确实是不能推杆的。没有，潘晓婷是正确的。你的声音太小。如果刘莎莎违例的话，潘晓婷可以选择全打或不打。那潘晓婷刚刚已经选择要自己打，潘晓婷要选择自己打不需要。潘晓婷是正确的。该不会现在潘晓婷犯规吧？但是我现在确实是喊了。
潘晓迪没有犯规哦，这个这个搞得我也有点急了啊、哦。这个球潘晓迪是没有犯规的，因为或许因为潘晓丁他是有击球权的人，这一球他击球权的人，他是第一击球权的人，他可以打 push out。 因为他不选择，他是他唯一他可以选择自己打，这个规则要再确认，或许我是错的。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哦，现在有一个问题，问题出在哪里？潘晓婷如果说裁判没有告知他违例的话，潘晓婷这个 push out 是合理的。现在重点就是我们主桌的裁判，刚刚我印象中他没有告知潘晓婷是违例的开球。如果说这个开球裁判没有告知潘晓婷这是违例的开球，潘晓婷打不需要是合理的，合理的。所以现在的关键点是裁判有没有告知潘晓婷说这个球是不是违例。如果说裁判没有告知潘晓婷是违例的话，潘晓婷认为说这个球我该打，这击球权第一击球权是我来选择打不需要，潘晓婷是合理的。所以现在争节点在这里了。所以我想关键点在这里啊。这个这两次的一个小小插曲啊。好，现在我们的总裁判长啊、哦，郑伟立也来跟小婷在沟通哦。现在就是，我觉得关键点啊、哦，关键点是这个执法的裁判啊、哦，有没有开完球之后有没有告知选手说这个球是一个违例的开球？如果说他没有告知他的话，潘小婷这样的选择是对的。刚刚有麻烦现场的，也是工作人员说，裁判有告知小婷，说这违例，但小婷说他没听到啊、哦。或许是现场是不是距离的关系，还是说？还有刚刚刚好这个那一刹那间有几声雷声，会不会把这个裁判的声音给盖过去了啊、哦？那另外啊、哦，另外在其他比赛啊、哦，在执法的时候啊、哦，在开球这个违例的动作上啊、哦，是会有声音再加上动作啊、哦。那可能要看一下有没有刚好抓到刚刚开球之后的一个画面。好，我们看开球之后我们裁判的动作。我判了，刘亚他有。哦，他有。
那他的嘴型看起来是有啊、哦，但是可能声音真的是有点小了。然后，小婷的意思是说，好像应该说你讲应该是要大声一点，对着他讲啊，应该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不可以，我判了的话，我不能提出你来了。好，那就最后大会的决定了啊。好，那就是当然，如果哦，如果裁判有讲了，然后是一个违例，潘晓婷他没有听到，然后他打了一个 push out， 那当然。他是一个犯规了，好，犯规这个球给了刘莎莎，好，幸好我们这个专业的五星体育台的团队有拍到那个画面啊、哦，所以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看法，个人看法啊，下次是不是这个可以声音再加上一个某个动作啊，在动作上可以让选手得知啊，这个球它是一个违例，因为有时候选手做的那个角度啊，是有时候不太容易，或者是你闭目养神，有时候对方在开球的时候。有些选手他会想要闭目养神，或者是不见得一定看球台上面的球啊、哦，他可能会闭目养神啊、哦，调整一下呼吸啊、哦，控制一下情绪的一个波动啊、哦。那这时候没有去看开球的球是怎么样，因为不是自己开的嘛啊、哦，也不用去在第一时间一定要去看那个开球的情况。那他有时候两颗球或三颗球，他也不会去看这个。那选手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裁判讲的声音又比较小，然后没有在第二次再告诉潘晓婷的话，那可能潘晓婷觉得说啊，这是一开始一上来就是一个吊球，他打不需要也是合理的，因为第一击球权啊，第一击球权是他。那结果事后啊，我们又看到回放啊，重播啊，这个裁判是嘴型是有含违例的啊。那大会的。总裁决就是最后裁决了啊、哦！好，这个球是不是要来带开，还是轻推往左边走？六号球打右边。哦，这个球它是要顿开，是不是要顿开，还是直接做球？哦，因为要顿杆才能够做到六号球右边中袋。好。哎，这个角度有没有遮住？那这次两次的小小的争议啊当中，刘莎莎啊，刘莎莎表现得非常的好啊，一切都是以大会的决定为最终决定。这个是一个优秀选手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范，那潘晓婷，也是争取自己的权利，也是非常尽忠啊，自己职业选手的该有的氛围。好，我们来看六号球，哎，是要灌球吗？乒乓球，翻袋，左边中袋吗？哇，中袋不好打，他拼一个灌球也是中袋，这个球
因为他觉得直接打的话就算进哦，母球因为带到九号、哦、不好控制做七号，他拼了。刘莎莎最后的八号九号母球推杆走两颗星，九八同带还是轻推九号球右边的带口，好，九八同带比较好打。十局结束之后，目前比数来到了7-3。比赛进行到第十一局，我们是抢九的比赛，所以现在对刘莎莎来讲还有两局，那对潘晓婷来讲还有六局啊、哦。那比赛还没有进行到最后，哪一方拿到最后的第九局都还不一定。不过对潘晓婷来讲，当然是情况比较不理想啊、哦。两次的小小争议有受到一些影响，再加上他今天的状态的整体表现是刘莎莎比较好一点。开球有球进一号球被挡住了啊、哦。再看一下怎么做防守。这个球利用六四这两个来一个阻挡，挡到一四六，这三颗球我们看起来要解球应该容易解到哦。好，解到之后二分法，母球解到上半圆的一号，母球往上走，一号往下走，没有，哦，他犯规了，碰到四号球了。潘晓婷看这个一号球应该没有进攻的路线啊、哦，那正常来讲是要选择做防守啊、哦，防守吊球。好，注意时间了。Station。
这球如果没办法进攻，我想就做吊球了啊、哦。母球躲四号、哦、时间在跑哦。有点乱了方寸啊、哦！突然间，这个Xiaoting很少看他这样乱了方寸的啊、哦。对，这种球利用四号来做吊球。哦，结果没吊到，考虑太多了啊、哦，太久了啊、哦，导致于这个手有点。不听使唤了啊！哦，还是一个吊球。应该是直接打可以吗？哦，刚看的角度是可以直接打哈、哦。他刚刚在比划的是母球的角度，而不是说解球的角度啊、哦。好，那他这个反而是刘莎莎，他这个球掉得非常漂亮啊、哦，让潘晓婷解球。好，这个球啊、哦，这个球要解这个地方的话，你这个。要注意啊、哦，这个你不能力量太大，力量太大的话，这个球虽然是要解到正确的路线，不过有可能会碰到三号球而先犯规了啊、哦。所以这个球可能要非常比较柔的一个右塞，这球可能要抓两颗星的解球啊、哦，还是说他要走一个 N 字形 ？N 字形啊、哦，就是好 N 字形解球。哎呀 ，N 字形没有办法，因为他闪过二号之后啊，他虽然已经是用力，但第二颗星之后没办法缩小角度，所以这 N 字形的解球是失误。刚刚也要归于啊，归于这个，归功于这个刘莎莎自己的吊球吊得太好了，所以让这个潘晓婷的。解球路线受限于只有剩下一个 N 字形的解球，而 N 字形解球本来就是不好解的一个路线啊。好，打进，拉杆没有拉好。麻烦裁判来把母球稍微擦一下。好，这个球下拉杆，低杆母球会不会去带到九号？好，下推杆三九号。好，结果还是带到九号。如果说这个球他要打这么用力的话，带到九号的几率很大哦，那他应该是要下一点点的左塞了、哦、所以他刚刚这个球打得稍微有点太不小心了哦。不过因为四号球的所在位置哦还蛮好打的，所以不受影响。六号要闪过啊、哦，要闪六号。好，再看力量怎么样。他刚刚这个球应该下右塞，母球要走四颗星比较好、哦、还要再往下沉、哦、好，还是有角度。OK 的，
N 字形或者是推杆走三颗星，母球到右边的位置来。第十一局，刘莎莎打进的话就停牌了。好，他选择下低杆走 N 字形。N 字形要注意右边的中带的问题啊。好 ，N 字形要注意右边中带的问题。好，他控制力量不错。九号球。好球，刘莎莎非常漂亮的做一个吊球，然后潘晓婷没有解到。今天刘莎莎在防守上立了好几局的功劳，所以这一局同样也是自由球之后清台拿到了听牌局，目前比数8-3。比赛来到了第十二局，刘莎莎的开球，比数8-3，强九局的赛事，所以刘莎莎已经停牌了。潘晓婷落后有5局之多。现在我们看刘莎莎停牌之后的第一次的开球怎么样？母球跟一号球的位置有机会进攻打一啊，母球抓7号。这个球如果要放轻功也可以哦，两条路来，一个放非常轻的轻功，让母球不要携带，然后一号球还是一个呛死，但是怕放轻功有人会打不准啊，有的选手会比较不习惯那么轻的力量，那另外一个就是用力打了。好，选择放轻功 ，OK， 没问题。觉得这个球有点直了。看能不能再修一点点角度啊，不然的话你完全的直球这个一做二啊是几乎做不到的啊。或者是打一个解球，看有没有机会解带进啊，先打上面的短颗星，那不然就后杆抬高，用旋转的方式，然后直接横移。当然看这个球是直的还是有点角度。他这球哦，这样看的话应该不是进攻哦，进攻不可能差那么多哦，这么不准哦。他应该是要做吊球，母球哦轻轻的躲在山后面，然后这个一号球哦两颗星出来，但是这一号球就它撞到脚变成没有出来，
好，我们来看潘晓婷。潘晓婷要选择一个扎杆啊、哦，也就是剁杆，母球回来一颗星躲三号，好球，掌声啊，漂亮，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扎杆啊、哦，剁杆母球回来走两颗星啊、哦，一颗星或两颗星，最主要他躲三号躲得非常漂亮，我们这球可以再来看一下，非常漂亮，这是一个表演球的一个。safe 球啊，那待会有机会上来看潘晓婷还是要沉得住气了啊。这球会不会短了一点？我们看最后他打点在哪里？对，这个球我就感觉短了一点啊，因为短一点。短的话、哦、他这个球变成会解不到、啊、就等于是打到一号球的上面、哦、所以他第一时间锁定的时候这个球他就锁定短了、哦、而且他用的力量也太大了、哦、他如果这个球用的是左塞比较柔的杆法是有机会解到一号球的。好，自由球给潘晓婷，那潘晓婷可不可以这一局可不可以先拿下、哦，这个不管刚刚经历过什么，心情有什么浮动啊、哦，我想这个还是要自己去克服的啊、哦。他刚这个球，母球好像多走了一点点呢。好，轻轻的打。好，二号球要留在洞口啊、哦，这样好，比较方便再做调整。这球要下第一杆哦，有拉杆的效果，母球往右横移啊、哦，最好是贴在颗心边上。这个球哦，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先打左边的颗心，因为你下第一杆拉会不好出杆，先打左边的颗心，再碰二号球，它就往右边滑了哦，这样比较好。就他选择的第一个方法，就直接这样，直接这样的话就比较不好控制力量。因为我们刚的建议哦，这个母球最好是贴颗心啊，贴着球台墙壁边啊，比较简单的四座五啊。好，这里也是可以来个两颗心的盾推啊，好盾推，但这样子的话跟刚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哦。好，也是可以了，加杆方便就可以了。两颗星出来的角度是绝对比较好打的啊，所以下一点中低杆啊，中，哦，他高杆，最后是选择一颗星吗？好，最后选择了一颗星，一颗星就要控制力道了哦。如果刚刚是两颗星的话，力道是比较好拿捏了哦。好，那现在这个八号球下第一杆拉一下，八九同带，好球，不错。这个不管最后输赢怎么样，该好好打每一颗球，还是要去认真打，认真的去享受这个压力哦。好，潘晓婷。这个九号球，潘晓婷 on the right， 好球，潘晓婷拿下这一局之后，目前的比数来到了4-8。
好，比赛来到第十三局啊、哦，潘晓婷的开球。Starting， 潘晓婷的 break。好，潘晓婷九球天后。开球爆发力不错，我们来看一四有进，五号球加点力哦，一二三四五六七，是不是违例呢？违例嘛，没有错啊。所以这个潘晓婷这次开球爆发力很好，但是进了两颗球的，可惜的是没有在另外的球啊，这个五号球不给力了啊、哦，伤脑筋啊、哦。那球形开得蛮散的，而且第一颗球还是一个 chance 球，就竟然是个违例，给刘莎莎一个机会，有可能这样子就清台结束比赛。那刚刚。讲说九八年认识潘晓婷啊，他们家人啊，然后那一次的活动啊，包括厂商邀请我跟张宏邦，九八年对我来讲是非常特别一年啊，认识了潘晓婷，认识很多台球界的朋友。那时候跟张宏邦从台湾啊来参加北京的一个活动，就在那一次啊，我在那一趟的北京之旅啊，就认识了。一个女孩子，结果后来我们就结婚，就是我老婆。我老婆那时候在北京读书啊，我们结婚到现在刚好十九年。我们来看这一颗球，这个球，其实这个球它可以考虑哦，考虑下左塞哦。它这个球下一点点左塞，然后有点拉杆。母球走什么路线呢？母球走哦，走横台再回去。那他刚刚是选择下右塞，因为他的判断哦，可能会觉得这个球会比平常的想法会比较薄，所以他下一点右塞。但下右塞的路线也不太灵光哦，因为他往左边这个方向走的话哦，是会受到其他球影响。那当然这一次是非常运气不好的左塞洗带了哦。好，这个二分法。打进之后，母球拉杆，刚好可以往下走，鼓作六。好，因为角度比较大，可以下一点左塞推杆，一颗星做六号，再来一点点的左塞，母球到球台中间哦，有点角度。那如果硬要挑细腻度的话，最好在。斯诺克五分的地方最好。好，基本上为什么讲说在这个角度，他如果过头的话，比较还要再走那个绕两颗星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直接拉或者低杆一颗星啊，会比较简单做八号。那我们之前有提到加长的方式有很多，有的是套筒。那小婷她这个球杆是后截哦，有个螺丝孔跟螺丝啊，然后这样子直接转上去啊，延长一般来讲的话大概十五公分左右啊，十五公分，因为太长的话重心也会奇怪啊。哇，不够长哦，再用手套来啊。来架杆啊，因为这边要简单的解释一下，因为它这延伸出去啊，它架杆的地方，左手架杆的地方是架在那个球杆已经接近中环的地方了哦，所以那个地方啊，它一般来讲的话，那个地方球杆还有原漆在，原来的油漆哦，原漆在，所以那个地方你对你来讲会。
在送杆的过程，各位这样看到了，看到小林球杆，几乎每个选手球杆他前面前面大概五分之四、三分之二的地方是有磨，把原漆磨掉，会变得比较滑。那一般来讲，它不会整只去磨啊。那我们看后面还解释亮亮的原漆。那原漆的话，你架杆手还在那个地方磨蹭的话它会没办法出杆，所以他赶快去拿手套。好球，潘晓婷在刘莎莎一个坐球上的一个失误然后拿下个人第五局，目前比数来到了5-9。那刚刚提到这98年对我个人是非常特别的一年那一年刚好一个机会受邀到北京跟张邦世界球王到北京参加两个活动，然后在那边认识了我的老婆我老婆那时候在北京读书这个半工半读，然后98年认识我老婆，我们就结婚了，到现在19年19年。生了三个可爱的宝贝所以讲到台球台球每个人都有收获，收获都不同我有时候开玩笑没有赚到钱，至少赚了一个老婆三个小孩三个宝贝这是想到了这个98年的事情，看到潘晓婷想到98年的事情好，现在回到比赛的现场，我们来看现在进行到的是第14局，目前的比数8-5，刘莎莎的开球。开球爆发力不错，撞击一号球稍微薄了，母球往下走。我们看一下，没有球进，桌面上9颗球都在那一号球要进会有影响七号球的问题。好，有3颗球147所以这是一个合法的开球，没有违例好，那是滑石粉所以让球杆正常的送杆的方式有好几种，滑石粉还有手套那另外一种是天然的，哪一种天然的？就是你的手汗很少的，这种叫天然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它选择要进攻，要延伸，要速度快，所以要强力拉杆用滑石粉。我们来看一下滑石粉有没有产生作用，有，好像有。再下一个低杆，母球停在哪里母球停在这个地方来吗？顿推，或是下低杆看可不可以拉停在这个正下方，球台的正下方可以三号打不过他已经要下推杆了，我们来看一下他停的位置好不好？要不要去敲一下八号？敲一下八号或六号，没有，好，二分法，三号打进左下角，母球往上走，往上走，好，做到了右上角。角度大，可以走1颗星或者是下低杆走2颗星，6-5同带
下第一杆，两颗星，力量的拿捏不错。六座七啊，六座七这种球要抓两颗星，因为抓一颗星我怕又太直又有身材球的问题，这个球要抓两颗星，杆法 low 一点，两颗星刚好过中带。好，对，两颗星刚好过中带啊，这个角度大很 OK 的，因为反正希望它角度大啊，因为这个球很简单的右塞两颗星，对，走到这里。5-8，我们来看，不要太大角度，基本上是 OK 的啊。哦，这个球很大胆的，因为整个手感哦跟精气神哦都非常的专注，所以刚刚那球选择了一个用力钝杆啊。好球，潘晓婷紧追不舍啊，也非常沉稳，拿下第六局，目前的比数6-8。15, 看一下你的 break。好，6-8，潘晓婷开球，有球进，进两颗球，有一颗球七号球过线，所以是合法的开球。我们看进的是15，连接球来到了二号球。这个球有趣了啊、哦，有趣就在这里啊、哦，有机会一石二鸟哦。打二号球进攻左下角，母球切出来的角度有机会 K 进九号球。打二号球一定会碰到九号球啊、哦，那就看是进来一颗球，两个都进非常 OK。如果要进只进一颗，那当然进九号球对小婷来讲是比较好。好，打二抓九。结果这个角度只能进二号啊，像这种情况他专注力一定是抓这个二号球直接进啊，比较安全。刹车球，轻柔的杆法，啊，这叫刹车球！哇，这个球打得很好，这球很敢打，而且打得很好。因为刹车球你杆法要很柔啊、哦，刹车的意思就是表示母球就走得很慢，那很慢的话，有时候准度都会有一种信心缺乏感啊、哦，所以基本上。要心理素质好的人才能够在关键时刻打出好漂亮的刹车球。现场观众可以说安静无声啊。
大家品息以待，看这场比赛最后的结局是怎样。好，再来一个拉杆，好，有点身材球了，母球走两颗星做八号，注意一下角度哦，这个球是有携带的危险的，而且不能做太直，做太直的话啊、哦，待会的八做九不好打，所以他要去仔细的拿捏一下。我们来讲，不能做太直，还有九号球的问题，危险，危险呐、啊！这个球如果再多跑两步的话，连在一起不是掉球，就是变成很不好打的八号球。我们刚刚有提到，所以潘晓婷是抓下第一杆、哦、下第一杆的路线就是在这里啊、哦。颗星边上应该不受影响。潘晓婷，哇，天后这几局吃得很漂亮哎！刚刚在这个4-8啊，这个相信很多人可能想法跟我一样，觉得大概没什么悬念哦。结果没想到潘晓婷啊，意志力非常坚强。当然，其中包括刘莎莎的一个算是不小心的一个失误喜带，给潘晓婷再一个机会。这一局潘晓婷也非常漂亮的拿下来，哇！现在很难说喽，7-8，没有人敢说谁有机会一定赢的哦。不过目前的局数还有在现在开球部分是对刘莎莎有利啊、哦，来到第16局，刘莎莎的开球，而且刘莎莎目前至少在刘莎莎这部分来讲，她是领先潘晓婷一局啊、哦。16, you're out of the break. How? DZ. 16局刘莎莎的开球。爆发力还是不算差哦，但是母球有点顿推了，往下走。哇，这一局有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局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球哦。刚在上一局哦，潘晓婷打二哦，借九号哦，二号球进，九号球也有机会进。那这一局是也类似的情况，换成刘莎莎有机会了。如果刚刚的一号球进的话，这一场比赛结束了。我们看，如果桌面上没有一号球的话，这场比赛可以宣布结束。为什么？这个二九碰非常的简单啊、哦，所以这个开球哦，有很多很多的变化，真的是会揪人心灵啊哦。这个是真的是很多一颗球的进跟没有进，还有一个角度都会影响到胜败之间啊、哦，胜负之间。好，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球，先喊了一个延长，一号球选择右边的底带打进之后，母球到右边到左边去啊、哦，母球只要停到左边就差不多有机会了啊、哦。先看一号球能进，小天后受影响了，但是他的运气还不错哦，他这球打轻了耶。他这个球打轻了，他这个球宁可稍微用力都没关系。你看哦，
他这个球打轻了，他宁可稍微用力都没有关系。他这个球，因为你放轻功，有时候比较不容易进啊、哦。好，潘晓婷的解球，可以解。这球应该正常会选择轻轻的解到就好了。哦，直接可以打。这里。哎哎哎！怎么掉到？这场比赛也到现在也经历过两个多小时了哦。对两位选手，也是一个体力的考验。解到，看一下停的位置。哎，这个球换潘晓婷，有机会，左上角底带。母球往右边走啊、哦，注意一下不要洗带啊、哦，然后再来抓二九。轻功有没有？哇，这个球就差那么一点，零点几个角度啊！刚刚这个球进的话是二九碰，他也是选择放轻功，很纠结人心的这一局，这个一号球，刘莎莎。他走曲球吗？走曲球解禁之后，走曲球就是有这个问题哦。但是打跳球又怕犯规哦，所以刚这个球也很难打。对刘莎莎来讲，打跳杆哦，一定跳得过，那也几乎九成可以跳进洞口的一号球。但是因为跳杆有可能怕力量太大，母球会飞出台外，所以刘莎莎选择了用。我们称为曲球，绕过三号球，然后进。但这曲球它就是自然的力量，所以它母球回来就很可能形成现在这种情况。这个球是有机会解带进九号球，要用力，稍微用力。我们看它这个球解球，它解得蛮轻的哦，它没有想要尝试去打二解球，然后。进九号球，刚如果说要解进九号球的话，母球要用的力量要比较大，才有这个角度哦，分离的角度来去撞进九号球，就母球撞进九号球。但刘莎莎没有选择这样子冒险做哦，那是有机会，机会不大。好，刘莎莎选择了一个有把握的解到二号球就好了。打二进，借八进左上角吗？直接打二，这球角度实在是太大了啊、哦，危险了。对潘晓婷来讲，对刘莎莎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刘莎莎
下第一杆。哎呦，他这个球，他刚刚这个杆法哦，他刚刚那个杆法有点在这个刚好轻跟重之间，刚要么就是轻轻的推出去，要么稍微重一点的顿拉的味道。还好他这球三号还可以进攻啊、哦、那母球我们来看一下绕颗星，注意一下六号，好，注意一下六号，注意一下六号。好，那现在看他停的位置，哦，这个球差很多，他多走了一颗球的话他会架杆很不舒服，那现在架杆很舒服，那就有差别了啊、哦。下第一杆拉杆，好球。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这一定会要碰到短颗星啊、哦，那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抓两颗星啊、哦，走八号球的右边，另外一个走八号球的左边。好，抓一颗星，没有抓两颗星，都是一颗星啊、哦，好球。轻推下去啊，八号球做直球没有关系啊，这种球九号球不需要做太近。没错啊、哦，年纪不大，但是经验跟心理素质非常好，在这关键时刻麻烦裁判擦一下母球啊、哦，这样比较安全啊、哦，才不会产生魔鬼球或者母球在做球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 trouble 产生。好，没有问题，这两颗球小天后刘莎莎应该是 no problem 的。打进八号、九号球在洞口，三次世界锦标赛的刘莎莎，哦，身材球不急不缓，去拿延长器啊、哦，它的延长器的结构跟潘晓婷一样啊、哦，都是锁螺丝的，好。八进四，这场比赛两大天后的对决，最后的 gamble 九号球，好球！刘莎莎顶住压力，最后两位天后拥抱，潘晓婷也是非常有风度的给予拥抱跟祝贺。我们在这边替潘晓婷感觉到非常可惜，有追上来，但是最后我们的刘莎莎还是顶住压力，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打败了九球天后潘晓婷，进入最后的四强赛。在这边恭喜刘莎莎，那仅代表所有的工作团队。